大家好，我们这一组的主题是森林足球赛。这次的游具呢，结合了森林还有足球的元素。森林是因为现在的小孩越来越少机会可以接触到大自然，那足球又是我们学校的特色，所以我们将两项结合成我们的主题。那这个呢是神奇树屋，底下有一个很大的弹跳床，那它有弹跳的元素，还有攀爬的元素，你可以从底下爬到上面的平台，有一个小树屋。那如果低年级的小朋友会可能臂力不够或体力不够的话，旁边也有小小就是一个小平台可以让你们休息。有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做到有天马行空，对，这是完全天方夜谭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要去执行它。我们这次游具，我们从一开始每个人的设计稿，然后到设计图，然后呢到报告，然后呢手做出来，好像没有课合作，然后呢最后出去展览，我真的觉得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我们自己设计。